你知道心脏吗？心脏位于胸腔和两肺之间，约三分之一居中线右侧，约三分之二居中线的左侧，大小和本人的拳头相当。林睿，我们能先不说心脏上吗？你听我说完。形状有点像桃子，有点像长歪的鸭梨。右心室射出的静脉血流入肺动脉，经过肺动脉及肺动脉在内的各项分支，流至肺泡周围的毛细血管网。这人怎么喝多了还是个外科医生？林睿，没事吧？林睿，我可以。